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今主正在呼召。今天我们这一生只要被主踏过一次，我们这一生就值得了。主正在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今天都要成为这一班自愿奉献的青年人，被今日的真理构成，过团体的神人生活，成为今日的得胜者。现在有几位训练中心的学员与我们分享他们参训的蒙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你们喜乐。我是叶德恩弟兄，很喜乐又回来花莲这个大家庭看到各位，是借着你们的带导，使我现今能够站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我的见证。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我在训练中关于执事方面的蒙恩。执事可以说是训练八方面的成全中最首要的项目，因为纵观整个教会历史的进程，一切的分裂、混乱、难处的源头，都是源自于不同的执事。因为仇敌往往借由一些的凭借，把不同的执事给带进来，就使主在地上的恢复受到了打岔。然而这份执事之下的训练，就帮助我们看见，只有一种执事，就是新约独一的执事，也是神的经纶。是能够建造而不绝不拆毁的。神的经纶就是三一神在基督里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能够成为他活的肢体，形成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而今天主在地上所要恢复的，就是恢复新约独一的执事。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执事是维系着主恢复在地上的命脉和生存。在我来到训练之前，其实对执事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我并没有办法说我很珍赏这份执事，因为我尚未认识这份执事真正的内涵。但是借着训练的帮助，借着一年七次特会训练的信息，就使我能够紧紧跟随主现今的说话，也借着基督丰满的执事和教会历史课程的进入，就让我看见，虽然主在历史历代以来有许多爱主的青年人被兴起，但是因着个人所看见意向程度的不同，他们就没有办法同心合意的来在一起。但是在训练中，就让我看见这一道独一恢复的水流，我就更加珍赏这份执事和这份执事向我们所开启的意向。因着有这样的看见，就在我身上有一个极大的翻转。例如在研读真理的事上，训练就帮助我们看见，研读真理不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属灵，而是看见主在今时代是有一个广大的需要。在出外传福音的开展上，借着训练的帮助，不管向人传讲的对象为何，无论人拒绝与否，我里面都有一个绝对的笃定，就是这份执事是纯净的，而这份执事的内容就是要将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另一方面，也借着训练的帮助，就使我能够绝对的与这份执事同父一二。不管这执事的需要是什么，不管执事的工作未来要去哪里，即便我只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哈利路亚，我都能够成为这份执事的见证人。借着训练的帮助，使我能够有份这份执事之下的推广者。盼望不止我一个，盼望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能够响应主的呼召，成为预备并迎接主回来的一般人。弟兄姊妹，愿你们喜乐。我是孟詹雅恩姊妹。训练至今2个半月，想与你们分享自己在生命上的经历。记得我是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和睦参加训练，因为觉得训练中心能让我心无旁骛，不受人事物影响而全心的爱主。但是进来训练后，我发现我不是一个造风的器皿，对于各样的操练带着一些标准，害怕自己表现不好，以致在团体的神人生活中常常感觉正在在意别人的眼光，不知不觉就为着许多的感觉思虑烦扰，觉得我好像不是在过
一个正常生命的生活，不会常常觉得紧张与受压。Amen. 好像不像当初想的，今天进到训练里能让我全新的爱主。Amen. 在有一次晨兴里，我读到马太福音19:27， Amen. 彼得回答主说：“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Amen. ”这个经节的撇下使我们光照。虽然外面的我好像已经撇下所有进到训练中心， Amen. 但真正搅扰我的，竟是在我里面那上面的心思和感觉。Amen. 又一次在晨兴里读到腓立比书3:7， Amen.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从前我以为赢得的表现和眼光，Amen. 就是一些属地的感觉。Amen. 我看见我需要弃绝这些残累和阻扰我的感觉，将它看作亏损，并且单单的向主活，我要赢得基督。Amen. 然而我明白，与我自己真是无法做到。Amen. 再一次祷告中，痛苦在主前，为着我的不能，求主拯救我到底。Amen. 告诉我说，我要奉献我的心思和感觉。Amen. 从属地的转向天。Amen. 我在一切团体的神人生活里，将我的眼目能够对准主。Amen. 我的耳朵能够分辨主的声音。Amen. 感谢主，这样操练后使我转变。Amen. 开始能更多思念在天上的事。Amen. 也更注意基督和灵里的感觉。Amen. 现在我也还在操练中，那更是摸索逐渐有喜乐和释放的感觉。Amen. 感谢逐渐的训练，使我能够更深的受成全。Amen. 我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分赐进来。Amen. 为着他的建造。Amen. 弟兄姊妹，愿你们喜乐。Amen. 我是钟昱萱姊妹。Amen. 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Amen. 今天我要与你们分享我在训练中有关基督身体方面的蒙恩。Amen. 在来训练之前，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随和的人。Amen. 我不太容易与人起争执。Amen. 然而在训练时，主一直借着我与开展队的侍奉配搭来暴露我是一个不平顺的肢体。Amen. 在每次交通及服侍的过程里，常会有意见不合或不顺服的时候。Amen. 我常在自己天然的感觉里，Amen. 不愿意否认这样子的想法。Amen. 虽然我知道有这样的感觉是不好的。Amen. 会跟主祷告，求主叫我脱离这样的光景。Amen. 然而我还是一直过不去。Amen. 一直记得别人的案件。Amen. 就在祷告时，主给我看到在以弗所书4:32，那里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主光照我，我好像是马太福音里那一个恶奴仆，主耶稣都已经赦免我，饶恕我的罪，但我却不能够赦免别人。我的不能赦免，就好像是一直掐着他的脖子不放，叫他把钱还我。跟主悔改认罪后，求主保险洁净我。Amen. 主也引导我去向同伴对付我里面的感觉。Amen. 对付我们中间的嫌隙。Amen. 很奇妙的，就在我放下我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我去跟同伴认罪时，我里面就再也没有定罪我的声音。Amen. 就好像我身上这个罪恶的锁链全都脱落。Amen.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乐。Amen. 好像我的天开了。Amen. 从来不知道原来与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发生问题是这么的令人不平安的事。Amen. 感谢主，渐渐的我也开始学会珍赏我的同伴。Amen. 在配搭中更经历只为着基督的身体放下我自己天然的感觉。Amen. 同心合意，同灵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Amen. 感谢主，借着训练的帮助，使我在与弟兄姊妹相处及配搭的过程中，看见需要为着基督的身体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里的义，使我们都能够过一种完成基督身体建造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你们喜乐。我是孟建腾弟兄，毕业于东华大学社会暨公共行政学系。谢谢弟兄姊妹以及父老能够让我参加全时间训练。我想要与你们分享我在训练中关于心智的蒙恩。从小我是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参加过许多的聚会，里面就有渴望想要服侍主，却没有明确的方向。之后虽然看见训练的需要，但光是来到训练的过程
就看出我的心境是常常摇动不定的。阿门。常常看自己的光景，也看自己的环境。阿门。那时候我正在当兵，而我父母也有意愿要我当完兵就承接他们的事业。阿门。我里面就有许多的想法和感觉。阿门。到底要先工作还是先训练？阿门。可是来到了训练中，我的心智就被加强了。阿门。在训练中，虽然没有关于心智正式的课程，却有许多辅训以及教师的榜样在我的眼前。阿门。例如像是上学期训练就安排了从印度开展回来的弟兄与我们交通。阿门。他在那里待了17年。对。在那里牧养圣徒，建立教会，在那里传扬福音。阿门。我就摸着这个17年。这不只是一个一两年的训练而已，这乃是一个人的一生。阿门。原本我因着开展的为难灰心下沉，阿门，甚至开始怀疑我所走的这一条路。阿门。但是借着这样的交通，我的心智就被主加强了。阿门。我看见主的需要是何等的大。对。就在我的祷告中，将我自己奉献给主。阿门。可以我的一生都交在主的手里。阿门。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要为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在教会生活中，他们对于青年人参加训练的负担，和毕业后的学员他们在结训之后的蒙恩见证。我们现在一同来唱第三首诗歌《一切美事》。这首诗歌我们都耳熟能详，我们在唱的时候再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带着一个奉献的感觉来唱这一首诗歌。Bye.
上帝见证，见证他的恩典。好，现在请有心愿参加其他期2014、2015、2016，无论你是哪一期，只要你有心愿，就起来，请到前面来。心愿参加的弟兄姊妹都可以陆陆续续的来到台前，宣告你们的奉献。好，弟兄姊妹请坐。好，现在来到台前的弟兄姊妹都是自愿奉献的新年人，他们的奉献都是主所悦纳的。请第一位宣告奉献。是受封乡召会吕又成弟兄，然后奉献参加2017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好，在这里，差遣我。花莲县受封乡曾玉婷姊妹，要奉献参加2013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我在这里，差遣我。受封乡召会林一鸣弟兄，主啊，今天弟兄的心愿，参加2013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花莲市召会陈品慈姊妹，参加2014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好，在这里，差遣我。受封乡召会何恩远弟兄，我要参加2015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在这里，差遣我。花莲市召会金庸姊妹，我愿意参加2013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要帮徐白宇弟兄报号。徐白宇弟兄。召会上召会徐白宇弟兄，奉献参加2015年春季班全时间训练。要奉献他的论文，还有当兵的节日，为属地工作的热心，而想得成就的心。主坚定他的心愿，参加2015年春季班全时间训练。花莲市召会台玉珍姊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
弟兄姊妹，还有一些少年人、青年人都在这里宣告他们的奉献，这是主所悦纳的。接着我们的聚会即将进入尾声，想请弟兄姊妹拿起你们手上的回响卡，我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稍作填写。阿们，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欢迎弟兄姊妹会后与我们多有交通。我们聚会停在这里。阿们。没有错，那唱的。